日有鸡块，困日有咖啡，无聊了，我一直陪着你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知识鸡块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腌制的配料很简单，都打在屏幕上了。锅里留点油，下了一大把芝士和鸡块。浓香的芝士变成脆皮，包裹着香嫩多汁的鸡腿肉，真的是完美的搭配。他今晚的工作有点多，给他冲杯咖啡提提神，冰水也能瞬间融化。清爽提神的冰美式，外酥里嫩的芝士鸡块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